胆子小又想玩恐怖地图怎么办？那必须看君君的视频，因为我的恐怖视频一点都不吓人，同时又有点搞笑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还会叫上 OY 家族的主播一起来玩，这让恐怖地图有点搞笑，又有点心仪。这个怪长得非常的好笑，你们看见这只大蜘蛛没有？什么大蜘蛛？人家叫猪姐，没礼貌。哦，哇，你在尖叫！小徐埋在山里面了，不得不说，小徐玩恐怖地图真的是菜到扣脚呀。这么看，这个猪姐长得也挺眉目清秀的呢。哇哦，升级了啊，猪姐！这难道是传说中的人面魔猪？啊，大猫你好勇敢啊！大猫的勇气可嘉，我和妮妮先躲在这里，静静的观赏着大猫吧。哎，他不进来，还好不进来。哎呀，你疯了，你不要病了。好好好，安全的，走吧。开哪儿了？开娟娟的心门。妮妮这个话怎么听着像在给自己喂狗粮呢？这个厕所里面好多鬼姐姐呀，厕所里面果然是有东西的。按照经验，拿这把钳子的话肯定会有高能。怪物消失过后呢，我们把这里剪开就可以了，然后就让大猫上，我和小徐在这里静静看戏。哇，妮妮你跳的真高呀。你干嘛呀？站得高看得远。妮妮大猫，哎，大猫可以哟。牛啊牛啊牛啊，上来呀。大猫好像一只灵活的猴子。大猫这私底下肯定是练过的，这敏捷的身姿都有点不太像这个憨憨的大猫呢。这里交给大猫去触发一个高能，但是这高能不吃人，只是吓吓人，然后拿到钥匙就可以了。接着让大猫和小徐进去，这里的话需要拉下五个开关。炸姐会不会突然炸？炸了！哎呦，妮妮快快快快快！啊，你莫妮，难过，难过，拉。你要干什么？总共五个，你拉了吗？拉完了。哇哦，大猫好厉害呀！接着我们跟着大猫的步伐，继续探索这个神秘的山洞吧。哎，躲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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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死了！你们怎么死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们进来就死了。死了！哎，大猫要没了，大猫没了，大猫没了，大猫没了！来，可以去了。来，小徐去，不用管他吧。小徐去吧。在哪儿？去你后面那个门，走错了。哦，这里吗？对，嗯，不会嘎的，相信我，进去吧。有星星碎。哦，好大一只猪！好大一只猪是吧？对，好大一只猪。那个星星，那个星星应该是假的，太菜了。再邀请一下小徐。那大猫你去吧，我们这次把星星让给你，拱手让给你。那个星星都没有了。哎，大猫从哪儿钻出来的呀？刚刚安娟，它从地下钻出来，突然冒出是吧？哎，那星星这，那星星竟然是真的！给你个面子，大猫才是骗子。